先选立委啦，先选立委啦。明明是立委补选造势，台下喊的却是选总统。面对2020绿营独派逼宫，赖清德先画下韩国瑜恐怕没得缺席。怕林表了。我们现在关心，我们专心冲高雄经济，好不好？全力冲经济，没把话说死。眼看敌营强棒出马，党主席早已酝酿留人，征召他来领表来登记啊、哦，那么也算是征召啊。假设他能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，那他造福的民众不只是2300万人，对于高雄的建设跟发展。也同样会有推波助澜。立委补选赖清德成功替自己争回一口气，但绿地贴票生锈，蓝军票数大幅成长，韩流助选有功，被视为党内最大咖，连汪世坚也拱他一决强棒殊死战。韩国瑜已经是你们最强的嘛，你们就让他出来嘛，把最好的倚天剑拔出来哦，不要打输了再来怪兵器不好。我觉得我现在能够与神同行啊，我已经很兴奋了哦，期待说，那你蓝营也让你们的神出来嘛。现在来说，当然韩国瑜本身的民调还是全部最高，重点就是国民党要团结，另外时辰不要拖太晚。府院党全出动，316才勉强镇住韩流，抓紧节奏，画下强棒出击，韩国瑜已经没有不迎战的理由。记者黄明忠文轩台北报道。